最近在网上买了这个 Yuzuri 的 Crayfish， 我现在要试试看它的游泳姿势。我现在是用着 Twitch 或者是 Lift and Drop， 让它看起来好像被吓到和在逃跑的虾。它跳起来的时候是会发出这种哒哒哒的声音，这个声音也是在模仿那些虾跳起来时候会发出的声音，所以我觉得这一方面他们是做得很好的，只是前爪的动作好像有点硬，但是不知道啦，到时候试了过后就知道有没有效了。